软枣子猕猴桃，这个捂软了之后皮儿就可以吃，但是硬的时候皮儿是酸的。这个皮儿很神奇，吃多了容易麻嘴。没有的时候吃就吐皮儿。特别好吃，甜的。这个东西就是得捂软了吃，特别甜。里面的籽儿跟那个猕猴桃都一样。这种稍微硬一点的，就尽量不吃皮儿。